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湖人今天将在主场举行传奇球星布莱恩 Kobe Bryant 的球衣退休仪式，各界纷纷表示祝福，曾短暂效力湖人的林书豪也不例外。林书豪今天早上在推特上发文，恭喜这位准名人堂球星获湖人高规格待遇，一口气退休两个背号。他贴出过去与布莱恩征战的照片，并且道：恭喜传奇般的布莱恩，你的职业生涯绝对值得被退休球衣，能跟你一起打球，不管是当对手还是当队友，都是多么难得的机会。就算我离开湖人到黄蜂，你还是会传简讯关心我，教我如何训练，让我的腿更加强壮。林书豪曾在2014-15球季效力湖人时与布莱恩当队友，该季林书豪写下场均11.2分4.6助攻的成绩，而布莱恩则是在上一季宣布退休，因退战还写下单场60分的疯狂演出。林书豪贴出过去与布莱恩征战的照片，取自林书豪推特。林书豪贴出过去与布莱恩对抗的照片，取自林书豪推特。